欢迎各位来到《勇闯天涯》Super X，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录制现场，全新场地水擂台。哇！还有字幕，舞美真的挺棒的，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就非常非常的工业风，非常的酷。我当时天哪，就是。这也就是用来拍照的吧。本轮四个战队，每组队员根据音乐需完成大旗舞和小旗舞，队长可以选择其中一轮参加。今天呢，我想让大家看到什么叫做放手一搏。我要来玩水了。哦吼！美中不足的是，你们有个那个道具，那个雨伞坏了一个。虽然我们的伞有一点点问题，但是人没有问题就可以了，为什么？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跳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痛并快乐着。今天我一波王炸，霸气侧漏，这水别说两公分，就是两米，今天我们都给它 hold 住，有没有问题？我觉得这一轮是。不相伯仲啊，各有千秋。接下来，张艺兴队长对战王嘉尔队长，歌跳必看。希望我们大家都赛出风采，赛出水平。歌跳必看。哦吼！我们核心武器就是干，对面的也很好，但是照我们呢就差一点点。这边的感觉是干干净净，而这边就是创意无限。火药味太浓了，两边的整体的画面感都特别的好。按照比赛规则，你需要从你的战队淘汰四名队员。就只是这个暂时这个舞台哈，不过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走下去的队员是对不起，然后很感谢你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